如果有些话说出来会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，那我宁愿不知道。有些秘密就让它永远都是秘密。耶，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被我打断啦。没事了。哇，我觉得你今天怪怪的。来抱一个。打电话。天哪！哎，啊，你怎么开车的？我一晃神，就撞上了。你人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我的车。要不这样，我先带你去医院做一个全身检查。如果你没事的话，我们再去给车辆定损，是我的责任，我来赔偿。全身检查就不必了，但是定损的话，我今天不行，我还要工作。那我们留个联系方式，这样你有时间的时候联系我。好啊。我把名字发给你。独孤若男。这名字好熟悉啊。是吗？那你的名字？你叫我萨曼萨就好。萨曼萨，好。我已经挺久没来这儿了，这里还跟以前一样，还这么熟悉。你以前来过？我以前住这儿，和我前男友。然后今天想过来看一看他，才到这儿，就想起好多事情，结果又遇到他了，一晃神。结果又遇见你了。我没有耽误到你们见面吧？不会，我和他有挺长时间可以见的。那就好。我先走了。拜拜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